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是钟毅。大家好，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厂商代表，叫 Mandy。高兴今天又欢迎到 Mandy 过来。再来一次，谢谢各位的邀请。在今天这个影片开始之前，还是要请各位跟着我们的口诀，分享、留言跟按赞。哎，我们今天会送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个。哎，不是恐龙，是眼镜。是眼镜啊！哎，这个眼镜很特别。你不要让他们让大家误会嘛。没有 model， 我们的 model 都比较特别一点。来，搞不好刚刚已经有几百人已经分享了。哦，那没有关系啊，这样才好。我们这东西是要干嘛？直接送出去。对，这个眼镜有什么特别的呢？很黑啊。很黑。这个眼镜是哎，是说我们在对，在今年的6月21号。哎，21号。对，6月21号，然后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日食。那这次日食非常的特别哦，就是有的时候日食会出现在美国或怎么样，台湾事实上是看不到的。但既然这次全台湾都看得到的话，当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那我相信很多天文迷应该已经是摩拳擦掌。哎，真的。那目前台湾有两个主场，一个是在嘉义，一个是在台东。但是在台北市或新北市啊，就是在台北北区，这应该是说各地都看得到。那它大概是在6月21号的下午的时间，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所以一定要买哦。今天你只要达到我们刚刚那个分享留言跟按赞，我们就会立刻抽出8组这个，对，运势强一点的就不用买了，直接来。人生难得可以直视太阳，就看这一次了。我们附这个眼镜不怕你看破眼镜啊。真的而且这次看到太阳很特别，也是日食。这个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不然好，那我们今天马上进入我们这个是特别的商品。它本身你可以看到，它是实验器材做成的手冲壶。那因为现场没有咖啡，所以我们准备了土。这是咖啡粉啊。对。好，这事实上是一组手冲壶。那它本身是拆成两组贩售的，一组的话是像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用在办公室使用，就是用来茶吸管这样子。别致的设计。对，这是我少数对我公司非常爱的商品，因为我自己在办公室就是这样喝饮料，它可以有很明确的记录。那像我爱喝拿铁，我也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牛奶要到多少的比例。OK， 然后再来这个是一个额外的，它是另外，这是一组可以加购这个商品。那你只要插的，它就是手冲壶。那它可不可以单独用呢？是可以的，所以。假设你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杯子，你可以把它放在其他的杯子上。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马上来示范一下吗？首先，我们会建议用波浪的纸，它这种滤纸会有分一种比较扁平的，另外一种是波浪的。那用波浪，那我家用扁平的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要用波浪的呢？拍起来比较美，它不会粘住。这是我的考量。是这样子吗？对啊，我就是老实，看我是诚实的商人。请问中医要倒多少？考考你，倒四分之一好了，可以吗？这是你的个人喜好吗？你想说今天已经喝了一杯了，这样四分之一是对的吗？还是要一半是吗？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答案，但是知道正确答案的，请在下面留言，谢谢。总是要来点互动嘛。好，然后接下来交由我们的钟毅来帮我们倒，手冲的瞬间，那个倒了要喊。到了喊停是什么？这么久吗？哎呀，琳娜，哎呀，琳，这台语不太好，不好意思，喝多一点啊。应该是要画圆圈圈哦，这个比较对。对，画圆圈圈，慢慢的放，然后停一下这样子。对，然后你这第二次你可以试你可以试另外一招，就是你可以像你这样硬度拉长，就像拉高拉低。这个有点技术。没办法泼到我就好了。我跟你说，你拉高拉低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咖啡粉会沸腾。这是一个咖啡罐全焦的。你没有拉茶，要拉茶就呜呼，不会啦。很怕喷出来。不会啦。这样要停焦对。拜。消风。如果我自己在家里的话。我事实上就丢掉，就把它放洗手槽，比较懒惰这样。但实际上，你如果在办公室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你可以把它就放在旁边，然后就把吸管插进去，很棒，然后你就可以喝了。你可以加冰块啦。没有，我喜欢喝热的，所以现在试一下。请，对，表情要那个美食节目，突然一秒变美食节目，我们欢迎钟毅来我们的带各位试喝一下这个非常快速简单的这个咖啡。小心烫的，等一下，
很烫口，对不对？我不会烫，烫的不能用耐高温啊，耐高温。对，是你本人耐高温，保温员是器材，都耐高温，都耐高温，很不错。那我们就先请咖啡去旁边休息一下，好，没问题，咖啡休息一下。好，那这个有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这个 Mand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我先讲，这真的很特别哦，就是科学的原理，开锁的原理哦。我们自己很喜欢看《自动的原理》那个电视节目。好，它这是教你如何组装锁跟开锁。它这事实上是三组商品，你这边看的这一组它是 DIY 的，这组哦非常多。我们的商品本身有在国外博物馆有贩售，很多国外的博物馆有下单这一组，包含美国。那再来的话是这个的话它本身已经组装好，组装好了最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很单纯，我们就是有给你钥匙，所以你买回去可以真实使用哦。你在开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过程，好神奇哦。所以你还是可以锁你的机车的，这把机车可锁不起来，你还是可以把它锁你的脚踏车的。那我在想会不会被人家破解，应该是不会吧，除了如果有人在你脚踏车旁边蹲很久，但是这个锁非常别致的，可是我们外面看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些人可能很喜欢透视的东西，现在不是也很流行那种透视的小公仔吗？哦，我知道，对，半是那个骨骼的那种，对，就同样的风格，这东西很特别。然后事实上以锁来说，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不能讲主题，应该是说它里面的机构会不同，这是另外一种机构，你可以看到它的钥匙也不一样，这个钥匙不太一样，对，有些人家里有这种钥匙，这个我们叫叶片式的，你可以看到开它有两个珠珠，然后它开的方式也不一样，主要是插在它那个弹簧，对，没错，把这个也是这样开，它的开法有一点不一样，好神奇，是，然后对啊，你可以看到透视，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简单了，怎么回事？就这样子吗？那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你可以买 DIY 的复杂的东西。对，这个照理说大家不用担心，它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书。那我们有测试过好几次，它组装的时间大概是15到30分钟，根据每人智商。这个智商不同，组装时间不同。对对对，那我们现场就不组装了，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它的零件，包含它所有的弹簧。那它很贴心，它事实上啊、是一个很简单的 DIY，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组不出来。那之前有顾客有问我说，那儿童能不能操作呢？儿童的问题就是有些小朋友玩着玩着就把它吃了，那当然那种儿童就不能过来玩。它很单纯，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弹簧，然后你们是黑桌面好方便，对啊，刚好凸显。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是一个一个的槽，所以你就是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去。那你的对应的这个，它事实上是有高有低的，它会对应你的这个齿轮，所以你如果放错的话，就打不开。所以放错我还可以再拿出来。可以啊，当然可以。你只要在没有封板之前，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它会有一个板，跟它这边有个透明的板，这样弄完之后把它盖住。但是盖住之后啊，一般来说它这个板会很密合，所以就不容易再弹开来。它也避免你真实使用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都弹簧出来，所以它盖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拿出来。这个真的很有趣，我觉得这很适合，就是很喜欢动手的小朋友。对，就是他喜欢去组装东西啊，我觉得这东西非常适合这样小朋友去试试看。这个商品我们在日本啊，非常的受欢迎，真的不知道跟日本人的个性有没有关系。我喜欢做那种很精细的工作，对，其实很有趣。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零件，一样，就是它这会有一个槽，你只要它这里的钥匙放进去的部分，它这有一个槽，你只要根据步骤放就可以了，它不容易出错。比较容易的就是零件弹走，但是不用担心，零件弹走跟我联系，这边都会补给。可以的，哇，这么贴心，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心。对对对，它的心，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哇塞，这东西煮完起来是可以真的去使用，真的可以使用啊！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好，实用的东西是我们最喜欢的。然后我们还有额外附一个小工具啊，一般对一般我们网站上我们都不会特别的多说，只有这一组才有附小工具。没有，不好意思，都有附。哦，对。
都有附，都有附。这组小工具是这样，我们假设这已经煮完了，哎、欸、是哎、欸，成品在这里、啊。那你煮完了之后，你就拿来当钥匙，又有点无聊啊，所以你可以尝试用这组小工具再把它打开试试看。哦，用不是钥匙的方式把它尝试打开看看。对对对，大家不要报警哦，现在就在外面有人说报警。你可以用这小工具尝试打开，它的很单纯，就是当你的东西勾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勾到它的弹簧，跟勾到它的铁丝，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这样顶起来。是是是。对，然后所以你可以尝试用工具再把它解开来试试看。事实上，这个有一点像是一种益智的游戏。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它还会配合这个工具是用来勾弹簧的，它可以把弹簧顶住。好吧。这个工具是用来转动的，方便做转动，所以它必须要两个同步。对，那女生如果要发夹的话，可以用发夹试试看。电影里面都有演嘛。所以那个都是真的。是真的。我自己有试过。那我以后就不怕忘记带钥匙了。没有啦，你要带钥匙啊！你出门不带钥匙是有多大自信？可以，你每次在家门口的半小时这样，菜都那个对啊，晚餐都结束了的。好，所以很有趣。这很有趣，这很有趣。这商品我非常推荐，我觉得它是送礼自用都很适合。嗯。OK。哦，这东西真的太棒了，真的要推荐给那些家里小朋友喜欢动手玩游戏的，对，就是去组装东西啊，或是可能会去拆解的小朋友也很适合。拆解。对对对，就像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去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拆完又不知道怎么做具体。拆的什么？比如说、现在你妈妈有在看吗？妈妈会遥控器，比如说遥控器，然后拆完就飞了。你妈妈现在会很生气，原来当年我的遥控器坏掉了，就是我，就是你，他不会看到，其他不会看到。对，就我觉得就是喜欢动手去做的一些小朋友，我觉得非常适合。是是，对对对，非常适合。不是说煮完之后就只能看，它是真的可以拿来使用。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刚好有直播机会，因为很多顾客在想要网络下单这一组的时候都很犹豫，都担心说我买回去，对对对，或者说买回去会不会不会煮，那拆封又不能退，它事实上很简单，那我们说明书也写得非常清楚。那如果真的不会煮的话，请那个加可以加综艺的那个可以马上来 FB 问私人指导吗？对，小编私人指导，对，但是限女性啊，可以吗？可以吗？我刚说有问女朋友啦，那个也没戴戒指，所以才大胆的让别人好。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是，小学生我觉得都是可以轻易完成这个东西的。就大概重点就是它的防吞咽啦，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些小零件。对对对，就是小朋友如果说有一些经验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看。我是还蛮推荐给成人的。那小朋友的话，可以初步可以先感受一下，对，先可以先买这样子，他可以知道锁的原理。对对对对，可以锁他的可以让他锁他秘密基地，那爸妈你要记得买这组你才打得开。哦，对吧？小朋友会买这组，大人买这组。对对对对对，让小朋友的秘密基地，或者是小朋友锁一些那个，对对对。锁一些他铺。对，你才打得开，看他有没有什么不该藏。特别。OK， 那再请他去旁边休息一下。是。还有第三个东西。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热销款，这个很有意思，大家事实上不知道我们热销款明信片。这所有的明信片都是我们自己画的。这个是一个悖论，来我们看一下。他说，他这个悖论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很矛盾的理论。他说蓝色的人说的是谎话，然后他说绿色的人说的是实话。实话，没错。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总统选举的时候蓝绿相争的时候推出的，对，我有一个这个梗，这很有意思。然后这个。这是化学元素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送给老师。当然啦、啊，对、啊。对，我们平常看这个看腻了，对不对？看这个。是我们这个有两个版本，我们有一个版本是请一个书法家写，日本书法家。那他是一个旅日的台湾书法家。那不好意思，那个名字我没有记下来，但是我觉得我印象中网站上应该是有写。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传记，我看到带另外一个书。我这次刚好没有带到，但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它是表面哦，对，是它里面啊，它是明信片啊，另外一个怎么这么寄给人家？明信片哦，明信片，对对对，后面你可以写，要写一些事情，对对对，这是很好玩。是，而且很多外国人到我们店里买，喜欢这个，对不对？对，他尽管看不懂，但是他看这个形状，他知道它是化学素，好酷哦。是，然后再来就是。我感谢比较冷门的系列。好，这是一个手语。手语。佛珠笔手语。这是真的可以。这是真的手语，它就是 A B C D， 它不是
是台湾的那个，就是英文字母的时候。哦，所以。但是是佛祖比给你看。嗯，好，他的而已。这个梗来自于之前那个佛祖都会比 OK， 然后我们设计师想说，佛祖都很 OK 的。对啊，那我们让佛祖来比比 A B C 吧。嗯，对。然后这个是国旗是吗？啊，不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想想看哈，它是在船舰上面，因为船舰，它不是灰的，它是挂的，军舰上面它会挂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会暗示了一些，应该是说它会说明了一些事情，举例来说，我正要回港，或者是说，就是说我很开，我想想看，我正要回港，或者是我船上有货，它会有各式各样的。所以他会用这个，是一个旗代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字母，所以他会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旗，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旗真实运用，原因是只要是停靠在港口的旗，通常都是做展示用的话，他们就会把所有挂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顺便晒干，所以他顺便晒一晒，所以像是有节庆或什么的话，他们会把所有旗挂出来，所以我们通常看到船口停靠的就已经是所有的。但实际上在海上的时候，对，它是一个，它可能会有它的意义的。你可以对照的解读，事实上你可以网络上去搜寻一些军舰，你可以对照，就可以知道说它在做什么。哦，对，这好好玩。或者是 Happy Birthday 之类的吧，我不知道会有人挂这个。祝福哪个长官生日快乐这样子。对，长官生日哦，这个好好回来哦。对。这个有点冷门。这个是什么？我们有画了日本的浮世绘的系列，我画的系列。那这个啊是叫做雷神，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哦，雷神。对对对。然后，但事实上它后面是韦氏起电机。哦。韦氏起电机，对对对，就是我们是他手上拿跟现代的这个结合，对，跟现代做结合。这是我们画的。嗯。那这个就是实验室的系列，我们想象中说日式的，对。日本的实验室绝对不是长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想象，因为浮世绘没画到啊，怎么会没画到呢？隐藏版，所以没有浮世绘画出日本实验室，不断的出包有没有？跟真实实验室非常的像，充满了不断的出包跟意外。不断出包才会有新的艺术。没错没错，跟人生一样，要隐藏一些人生。那再来这个系列就。这个我们就随便说了，因为它卖很好啦，反正这档都卖得上。这个我很喜欢的。对啊，它是大码。我觉得这个系列卖得好啊，是因为你寄给别人比较好发挥那个梗。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装，比较好卖，比较有趣。对对对，今天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口诀：分享、留言跟按赞，马上就可以再送，就会抽八位幸运观众得到。婉容眼镜前面那个眼镜不是婉容哦，是眼镜。你要直视太阳就靠它，好吗？这个是为了6月21号的这个日食的，很难得的天文现象。对，我们除了送针应该有卖嘛？有，对，都有。我送应该送是送一副吗？还是一个人就送了8副？一个人送一副，我们送8位这个，八位幸运。哇，那抽到的一定要接下来记得。其他买齐还会全家人，对啊。OK， 好 ，OK， 就是大家有机会就去分享一下，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很漂亮眼镜。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Mandy， 谢谢石尚，谢谢石尚这边。OK， 那今天就先这样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拜。